们又见面了。韩子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哼，没想到吧？赶紧把他们放了。哼，我要是不呢？子晴，你敢炸我西陵边境的城墙？你天阙想与我西陵宣战吗？宣战又怎么样？你敢应战吗？你简直欺人太甚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你跟楚飞燕公然绑架我，你们又想做什么？影子，在。带他们走。是。走，把他们给我拿下。是。你的城墙全被炸飞，就让楚飞燕给我出来。你要找他就去南诏，找我做甚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现在就在西陵。你若死不承认的话，那本王妃就亲自把他找出来。主子，我已安排他们放了火雷，拖住了楚天哥。
打不开，这儿，来，其他人撤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饶过你？ 你外吗？韩子晴，你这个孤岛余孽，有本事别靠男人，跟我单打！你都成这样了，还岳家呢？君北月呢？你就应该被人碎尸万段！ 北月，你没事吧？看到你没事就好了。他是孤岛人，他是孤岛人，他脸上的图腾，那图腾为什么不见了？ 总是心中散，也无憾。
拖着疲惫的双，追寻微弱那道光，因为有你守在身旁，在远在长在渺茫，眼神的眼光，曾经不屑过不结果不承认过，抵不过擦肩而过，找到脆弱的难分难舍占据我，君北月，君北月，君北月。